小时六 y 加二 x 等于五百，解方程式，二 x 加二 y 等于二百，然后消掉这个是四 y 等于三百，四七，哎，能除开，七十五。狮子是75个啊，狮子是75个，小鸡是25个，好了，算完了，狮子75，小鸡25，狮子75，小鸡25，算完了，这么快，75个最大是你的鸡，哦，和我想的完全一样，我就是想现在的小孩啊，他们有没有忘记以前这些数学的题目？我很高兴。好，黄队，时间暂停，对不对？阿姨，土鳖国的公主来。哎，真的，小童真的厉害，感谢我们的宗主啊！感谢，小童，这个一直是我们财团的财务，哎，加入我们学霸队，你知道谁是跑男里的学霸？有伪学霸，我知道。真的难了。哎，我们早就把那个书包给丢掉了，你赶紧算出来，赶紧算出来呀！22、24、25的五分之除以五，乘以三，15。哥，算出来了，哥，快呀，快！25个错100，乘以8，200。然后这个是你这是硬算的，你没公式，就乘以多少等于多少，再加起来，没有公式。3/5除以五乘以三等于15，15×20300。快成功！耶耶，收获！哦，这么快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！让他多睡一会儿是有用的，是有用的。学霸这样的事情必须要传承下去，是的，未来的生意肯定要是交给他们做嘛，是我弟弟的，肯定，对，我也要交给我女儿做嘛，对不对？你们确实，因为你们也太老了，太老了。哇，这道数学题好难的，勉为其难让我们财团的财务帮他们一下。你们怎么卖的？他是一共要48个，没有这个 A， 没有 A， 不能超过500吧，不是等于500吧？3x=100，如果是不超过的话，那就取个整数就行了吧。33个发箍，然后15个项链。哇塞，小童你真是神算子啊！哎呀，救命！帮他们解决，就是你高考刚学完的那个什么题啊？是他们是红的3/5是黄的2/3，这个太难了吧？他们是奥数啊，我是算错了吗？5/3 x/3 = 3/2，y 等于5/3 x/3 = 3/2。红色是20，蓝色是24个。然后减去4/4是18个，黄色18个。小天才，不服不行，真的太不容易了。最后了，红队时间暂停。谢谢小童，谢谢。好的，现在你们的任务并未完成。啊？你看，哎，缓一会儿啊！那我缓一会儿，淘汰吧，好，给淘汰了，找各种理由。那我们第一轮胜出的就是晨哥、凯哥和深深。可以换个游戏吗？我感觉一个都过不了。我们这个心口不一的游戏就要升级了。哎呦，升级版的吗？你准备好了吗？我想退出这个游戏。心口不一的游戏升级的方式是心口一致。升级的方式是我会为大家出一个小学生难度的加减乘除运算。来一个初中生呢？初一的。太侮辱我！不要太小看我。大家要比出正确的答案，但是说出错误的答案。哇！还要说出错误的，
那还是来小学生的吧。那我们开始了啊，开始吧。欢迎登录联合独播平台腾讯视频、优酷、爱奇艺，观看更多节目内容。那我们开始了啊，开始吧。二加二等于四。四，不是。不是说得说错了的是吧？我告诉你，这很难，因为你下意识嘴会说对的。你说这个对，它反着的。那我们要么反过来吧。刚刚这个当是的，好吧，我们从深深开始。有点紧张。二加三等于六。哇哦，厉害厉害。三加四等于八。哇。二加三等于六。一加一等于一。四减三等于二。你知道大家笑是为啥吗？为啥？你特别像个傻子。明明得一吧，你告诉个二。坤坤，六减三等于。行了，你这个三，得比对的，你要比对的。我淘汰吧，我淘汰。再问你一题。淘汰我，再问你一题。淘汰我，再问你一题。不行，就不淘汰你。复活。再问你一题，八减五等于。不好意思，咱这个没上过小学，直接跳到中学了。这个反应太慢了。淘汰我，淘汰我吧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能淘汰，不行，不能淘汰。不玩，不玩，不玩。我再理解一遍，就是我讲的时候我要讲错的，错的。我比的时候要比对的。对的。行行行，再一次啊，九减五等于。七，对，差不多是这意思。好了，淘汰我吧。好了，正式开始了。复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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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复活。好了，正式开始了。一加二等于五。下一个淘汰。太坏了！你把所有的人家丑都出完了。学会怎么玩，你们淘汰了。确实有点慢，确实有点慢，接下来到孙怡了。二加三等于七。四加二等于五七。深深，二乘三等于八。二乘哦，对对对对对，都怀疑自己了。三乘三等于八。七减二等于六。六减三等于四。二的平方等于你是哎呀，二的平方啊八是吗？是啊。你怎么到我这就改成二的平方？上初中的了。建议你们早点淘汰。这种解脱小学的就行，小学就行。三的平方等于好看。二十减十二等于八。好看。真真，六点八减一点八等于四。一点二加二点八等于五。啊？对。我淘汰。我想放弃了。根号四等于三。五。八十一除以九等于八。接下来找锤哥，等一会儿。是初中的还是小学的？初中的。好。五十四除以六等于八。错。这个啊，比错了。啊，都比错了。哦，这个是九。哎呦。我把这个不是不是。
是，真的，不，我算的是这个，但是我把这个当成九了。那也不行。这一轮胜出的是这四位吧？因为你们难分胜负。后面坐了四个学霸，怎么着？哎，坐了四个学霸。接下来我们还有第三个项目。哎，咱们还有多久到啊？第三个项目跟数学没有关系啊，比的是大家的语言组织能力。哦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尽量吧。我们八位成员一对一进行对决，双方只能用疑问句来进行对话。就是你的每一句话必须是问句啊。吃了吗？你觉得呢？我好吗？就是要合理的对话，合理的对话，不能硬。就是我问你吃饭了吗？你要回答我什么？你觉得我吃了吗？你吃了吗？都可以。哦，还有逻辑要跟得上。那你们随便问我一个，我就你觉得怎么吗？你觉得怎么吗？你觉得呢？对，比如说。你觉得你今天这些案子写得好吗？你觉得我写得不好吗？你管得着吗？哎，这不就只要是杠精就好了吗？你管得着吗？这双方互相问，然后两两对决，获胜的那个成员可以积三分，就按坐的位置吧。我们从凯哥深深开始。你觉得白鹿这个人怎么样呢？你觉得他怎么样吗？我知不知道呢？差点儿秒死。你该不该知道呢？你觉得呢？你从哪儿知道的呢？快点说，我不知道呀。我淘汰了。等一下，不玩了。来，因为这是第一局，就当试验一下，重新来。还要羞辱一遍，开始。你热吗？知道啥呀？你怎么不知道自己热不热呢？我怎么能知道自己热不热？穿没穿衣服自己不知道吗？穿没穿衣服你知道吗？穿没穿裤子你都不知道吗？穿没穿裤子你知道吗？你这样回答问题不太合理吧？有什么不合理的呢？你就完全顺着我的回答重复一遍啊。我没有顺着你的重复一遍的吗？我没有看你的胸部，怎么了？淘汰！复活！所有的人下车都是我不想活。复活！下一组，还玩？来下一组吧，这组深深胜出了啊！我报告。深深太厉害了！开始了，来，开始了。你今天有黑眼圈吗？你看我有黑眼圈吗？我怎么知道呢？我这个黑眼圈遮得很好吧？那你觉得我有法令纹吗？你觉得我没有法令纹吗？沙哥的法令纹比较重吧？沙哥的法令纹应该没有陈哥的重吧？陈哥的头发好像快没有了吧？你们俩绝对不能再复活了，我告诉你，你们俩赶紧 out。这个游戏玩的到底是谁啊？他俩一直攻击别人，淘汰他快。沙哥现在心情应该很不好吧？也没有比陈哥的好多少吧？不觉得？淘汰！我淘汰。好，白鹿接不上了哈，卑鄙胜出。咱俩来吧，我们俩开始吧。好，那我先问啊。好，想我了吗？想我了吗？妈呀，这么油腻，上来就这么油腻，这是战术，你行不行？你要问他你需要洗洁精吗？那你需要洗洁精吗？我需要洗洁精来爱我吗？你这么缺爱吗？你觉得我看着不缺爱吗？你觉得自己是缺爱了吗？我觉得你应该是缺爱了，你觉得呢？这是两句话，中间有逗号是吧？这是两句话啊、哦，我们要完整的一个问句，再给自己回啊。哎呀，那你到底要爱上谁呢？你觉得我要爱上谁呢？我觉得你爱上了谁？
她都应该是个哈密女孩吗？什么玩意儿？你这个问句问得很好，你这个，你这个问句问得很好，问得很好，你这个。复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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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复活。得到了肯定，得到了肯定，得漂亮。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，这是你肯定自己。复活，复活，我淘汰了，淘汰我，淘汰我。好嘞，我好好好好好好好，大哥和孙怡，孙怡想问吧？想我了吗？哎，你看他的眼神，哎，他眼神，他一下子直接问傻了，想我了吗？你看他的眼神，走开我，走开。回答呀！而且他抄袭了我的问题，对，这属于抄袭问题，不能怪。对不起，我再来一次啊！手心都出汗了。你喜欢我吗？我咋回答呀？我能喜欢你吗？啊，对对对，我能喜欢你吗？先淘汰他，再复活他。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那你先问吧，傻哥。想我了吗？你来跑男高不高兴啊？你猜我高不高兴啊？我猜你高兴啊？你真回答。我赢了。淘汰吧，淘汰吧。淘汰，傻哥，这不是问题。这一轮胜出的就是孙怡。告诉我，这一趴给我笑醒了。沙哥开心了吗？沙哥，你喜欢我吗？喜欢。这会儿挺好笑的。这边你喜欢我吗？喜欢。你为什么不喜欢我呢？喜欢。也喜欢。啊，这个是走独木桥。马上就要进行 W 先生为大家准备的素质拓展项目。素质拓展需要拓展一下。我们这项的任务名字叫做认准脚下的路。这名太牵强。上一关叫看清眼前的人，这一关叫认准脚下的路。两组成员手持卡牌，依次从起点出发，通过平衡木到达终点，选择将卡牌放入自己或者对方队的卡槽，返回起点后击掌接力，最终哪一队卡槽中的数字总和率先达到13，则该队失败。请注意，只有卡槽里摆满4张卡牌之后，才可以选择其中一张卡牌进行替换。如果从平衡木上掉落，需要返回起点重新出发。掉下去怎么办？再来，从起点处重新开始。如果他一直掉下去呢？就一直爬。这个问题问的，你们身后的那个平衡木的起点处就是我们等一下的起点。哦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懂了，四摇一天，我给你一个叫说进口里的话。口里的话。同样，我们还是在 MC 奶酪爆浆球中抽取组队信息，获胜的队伍可以获得匿名用户单的线索。黄色。哦，我蓝色，蓝色。这又是你啊？哦，又是我俩。哎，还有谁黄色啊？黄的。黄的呀。黄的呀。咋的？我黄的，你们这么难过啊？太弱了。他们怎么这么难过啊？我是黄色。太弱了，这队。哎，别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，不让你的流着伤悲。挺难的这个。哇，小心。挺难的。这么难吗？有点难。沙爹，你第一个吧。我行，你放心，我第一个，你们都不用上了，但这一期就够了。这个游戏的华彩就是你。我一会儿就从这儿来一个蜗牛式。哦哦哦！我第一个，我第一个。
请准备。哦，俩都是三。山哥加油！你看我这腿抖的。沙哥很稳，很稳。沙哥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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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慢的。你看，下去了。没事，你对面是老沙，想走一次快的，还是得慢啊。颇有一番龟兔赛跑的意味。后脚先松一点，慢慢跟上去。怎么松呢？后脚怎么松？重心往前脚移，别趴，不用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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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就踩下去，踩下去，另外换脚踩到前面去，后脚先缩一点，重心往前脚移，不用手，不用手，踩到前面去。给他们，给他们。我们争取在老沙过去之前，我们凑齐十三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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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！哇！哎，你们俩！哇！哎，这没看见啊，没看见。这儿起啊！三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！大哥，放他们那儿。黄色，黄色，黄色，给他们，给他们，黄色，黄色，给他们，黄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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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一点回来呀！还嘚瑟呢！快一点回来呀！给他们，给他们，给他们，他们十了，他们十了，十了，他们就差三。哎呀！给他们吧，他们是六，没事儿，还是他六肯定会给我，对，给他们，给他们，他三啊，现在五六十一，他给我们都没有用啊。鬼长是有优势的，我告诉你们，走，给他们吧，给他，对，好，五给谁？给自己，给自己。好，快回来！啊，每个一三加三六六。完了，哎 ，baby 姐，别换我们的，换我们的，他拿的是一，他拿的是一，换个三或二都行。不是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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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对对对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想问一下。换二，换二，换二，给他，换二，可以吗？对对对对对对，可以可以，对对把他们的六换成一，把他们的六换成一，六换成一，把他们的往小了减。再拿一个。二，换哪一张？给他们吧，先。给他们，给他们，给他们差一。五。给他们，给他们，肯定是给他们。
十二，他们都十二了。陆冲板，滑板的技术。慢点，慢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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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。把我们的二换成五。二把哪个换了呀？把他们五换回去。把他们五换成二。八。八。苦读十几年，成败在此一举。在今天的高考结束之后，你们八人之中成绩排名第一的人可以获得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第二、第三名的人获得的是普通本科大学录取通知书，第四、五、六名的人获得专科大学录取通知书，第七名和第八名落榜，无法进入大学学习。那他要干啥呢？进入社会大学是吗？那我就嫁人了。那我就选择另一个人生，结婚生子。座位考生请注意。吓我一跳。请严格遵守考试纪律。我听不了这声。任何违纪舞弊行为都将受到严肃处理。现在宣读考试规则。本次考试为小答形式，每题分值100分，答错后其他考生可继续抢答。请听第一题。好可怕。听第一题，请听以下对话回答问题。 Dad, I'm hungry. Hello, hungry. Dad, I am serious. No, you're hungry. Dad, you must be kidding. No, I'm dad.请问这两位对话者是？什么？还真的是高考题？请抢答。啊！这是他们母语啊，对不对？果然是外国人啊。应该是儿子和父亲，是 C。四长一短选最短。对对对，这五长一短的。回答正确。哇！太简单了，我这还用答吗？爸爸，我可以留在中国读书了。数学题，请说出正确的单位十等式成立。普点安慕希。请抢答。怎么就？一只加一只等于一双，三什么加四什么等于三个加。别等了，再憋也没用。请继续抢答。三个座位加四个轮子等于一辆车。啊，为什么？什么车是三个座位？这样没有。请继续抢答。蒙一个。快点说，我这有答案了，快！三只加四只等于一群。三栋加四栋等于一单元。三罐加四厅等于一沓，一沓是十二。答十二个。我还能想，还能抢吗？不能抢了，是不是？抢不到了。请继续抢答。三天加四天等于一礼拜。三天加四天等于一周。完了完了完了啊！回答正确。哎呀，厉害！哎呀，气死我了！
以下人物和名字对应错误的是，这我放心了。请抢答。写的英文我看不懂。D。请继续抢答。A。回答别错误。你们是弱智吗？我知道。请继续抢答。B。请继续抢答，请继续抢答。他叫 Michael Jordan， 对，他不叫 Air Jordan。我们没有仔细审题，关键弄这么一张照片，谁不以为是 Air Jordan？ 是。常识题，请问下图的铜像是什么人？请抢答。怎么就抢到了呢？我告诉你啊，回答错了可丢人啊，这么大岁数了。不是我给你施压，我可知道答案啊，别让我瞧不起你。这太简单了。我猜是我的老乡，山顶洞人。你的老乡，我的老乡就住在这个洞。场外支持啊 ，Justin 都告诉你了。山顶洞人，请继续抢答。B， 北京人。哎呀，对了，你回答正确。非得让北京人回答北京人吗？他是误导我，他说扎子你告诉我答案。那个出现在那个书上特别的，就是对，就第一页就是那个书。对，历史书上翻开就是这个。看图猜电影名字。我知道。请抢答。谁？啥呀？爱丽丝漫游仙境。哦。快抢！是吗？他那已经亮了。不知道啊，你看。好不容易抢到了，不会。不知道。小丑 ，Joker。请继续抢答。爱丽丝漫游仙境。爱丽丝梦游奇遇记，爱丽丝漫游仙境，爱丽丝梦游仙境，啊，差一个字，什么玩意儿三这是？请抢答。失恋三十三天。我知道。请继续抢答。前任攻略三。前任攻略三嘛，他演的。哇！啊？这是什么呀？屎！星星。请抢答。西红柿首富。屎星前洗澡。屎星前澡。有什么戏一开始就进屎里了？请继续抢答。嘴巴。空气突然安静。变。哎，我不能抢了。告诉我。我说错了，你看心什么变？变形金刚，拉倒吧。回答正确。哇，跟变形金刚有啥关系吗？第一个是变呀。第二个是星星，第三个是金，最后一个是浴缸，变形金刚。换套路了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老人炸小孩啊！这炸小孩儿，鞭炮小孩儿，请抢答。过年。回答错误，请继续抢答。老炮儿，哦，回答正确。哎呀，真是对，我已经想到了，没抢着。老炮儿，哎呀，我的天，这么简单都没有猜出来，我的天，好苦恼。
请抢答。疯狂动物城啊，对，碟中谍，请抢答。蚂蚁上树，别抢了，给我们点机会吧。老婆饼，哦，上大学了。我刚才一道题都没答对，我答对了吗？没有吧，我也没有吗？哎，我那道我本来就可惜了，追不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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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哎呀，零分了，零分了。常识题，请哼唱出以下经典旋律，请抢答。有，哼唱吗？当当当当，妹妹不过夕阳红。快点说，我这有大答案了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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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
们。请继续抢答。不是，我刚才清楚的记得，但是我被他一唱跑调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不坑人吗？太坑人了，你这玩意儿。那就打吧。请继续抢答。哎呀，哇，等会儿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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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你生日快乐，真没得唱。祝我生日快乐，祝你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哦，吹蜡烛。我一声没唱。请继续抢答。一声没唱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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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了，我刚不是这么唱了吗？他没有唱出那个梆梆梆梆梆梆。哦，是不太一样，是不太？打扰了，打扰了，打扰了。你说我看这么多年新闻联播，我能不会唱吗？对，哎，坤儿，刚才你那就对了。哎，我刚刚唱的是什么？当当当当当当。你这是龙标，我听你这像是这个。请抢答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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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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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按了，我没按呐，我真的靠了一下呀。小贾，小贾，小贾，你试一下这个，你试一下这个。梆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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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梆，这不新闻联播吗？这不新闻联播吗？我随便试一个吧。当当，算了，打吧。就这吧，就这吧。本题正确答案是。噔噔噔噔，这个题呢，如果安静一下的话，大家都知道。但是现在脑子里是一片混乱。这我真这我也不知道，这真不知道，这真不知道。请抢答。这真不知道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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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终于不用嫁人了是吧？长时间的知识积累。接下来是今天考试的最后一题了啊。那怎么也得抢啊。那先抢着，先抢着。请问这件衣服上一共有几个洞？请抢答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洞。这不是六个吗？背面啊，它是透的呀，它后面也破了。哈哈哈！太正确。等一下。少了一个，哪少了？你这下面这儿还有一个洞吗？算了算了算了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嘛，八个洞嘛。我终于答对一道了。考试结束。刚才在考试过程当中呢，答不上题的同学，肯定平时没有好好听作业帮的直播课。所谓名师有大招，解题更高效。大家以后有什么不懂，可以上作业帮直播课来学习一下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要来公布大家最后的考试成绩了。恭喜郭大林以非常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名牌大学。我们不能上同一所大学吗？我们是差的最远的。好难过。一个不完整的我，怎么配得上一个完整的你？请来领取你的录取通知书。哎呀，我要去名牌大学。你的人生阶梯可以往上走三格，一格、两格、三格。郑小凯和关晓彤考入了普通本科大学。不容易，我个留学生我也能考这么好。你的人生阶梯可以往上走两格，李小牛、沙小艺、杨小颖、贾斯汀都考入了专科大学。我是鸿翔职业技术学校。我也是鸿翔。哎，我们是鸿翔职业技术学校。鸿翔职业技术学校。我是黄翔。我是银光绿翔。有种不祥的预感啊。专科的同学人生阶梯上行一格。很遗憾，我们只有一位同学落榜了，就是蔡小葵同学。三分之，你再念一遍题目啊！正确的单位，好不容易抢到了，不会了。本来想猜的，就怪你说像，这么简单都没有猜出来，我的天！我刚刚不是这么唱的吗？哎，我刚刚唱的是什么？太可惜了。哎，我那道题来可惜了。蔡小葵虽然落榜了，但是不要灰心，这只是人生中的一段旅程，未来还是有很多的机会等着你逆风翻盘。